好，我现在在 Chelsea 市场，切尔西市场。你有看到这块？大家要认得 Volcano， 但是你有看过这么奇怪的 Volcano 吗？这种东西应该要是很艺术性，然后很生活的东西，对，不要像那种很 gen 的东西。然后就说，就像那个 Rick and Morty 的，然后就大笑这样。你看看这个有多过分？这是真的艺术品，所以这个要800块，还有这个泵要800块。哦，这真的很棒哎。对，然后这边就是给买的东西来咯。这一颗传说中有人在网络上买，结果寄回去台湾的时候，他在百货公司的网站上买，外国百货公司就被台湾海关说你这里面可能有大麻成分，我要拿去检验，神经病。好，这个也是一个很奇花的东西，这真的超奇花的，非常的奇花，有看到吗？然后这是火柴，你们觉得很夸张吗？对。好，我决定要买这个。对。Oh yeah！我是 Janice， 我在洛杉矶是做 CBD， CBD Beauty 的，全部都是全植物的保养品。然后可是没有加 CBD， 没有 THC。然后这个明星其实像博物馆，但是它不是很无聊的博物馆。刚刚我们已经忙热了嘛，它有音乐 for the sound， 然后还有 scent for 那些味道啊、口味，有些不同的口味跟香味 from the cannabis。还有obviously the arts graphics and everything。就是像如果你When you're high or when you are relaxed， 你会看到、会听到的东西，还有一些 creativity 啊等等的。所以这博物馆是非常 informational， 很多资讯。然后他们这些 creator， 他没有说一定要 push 麻在你身上，就是跟你讲说这些是资料，这些是 information。然后你拿了这 information 之后，你喜欢它，你可以 explore， 最起码你了解。那你不喜欢它，你也不需要去，它也没有任何 push 你的 information。那他们就是你这样跟其他餐厅怎么画地盘？就是人缘好一点，而且我们好，所以我们不会去占功夫茶的位置。因为毕竟他们也是餐饮业，但是这一家珠宝店，我们就常常送他们酒啊，送他们食物啊。